大家好啊，我拉仁哥。嗱，嚟紧英军咧有个新盘，或者何文田嘅，就叫朗怡峰啊。而家佢就系二 B 期咧。嗱，佢首批咧有115伙嘅，今日均价咧就唔使2万蚊。嗱，佢呢个价钱咧系平过雨一天海嘅25% 嘅。嗱，如果大家即系想知道呢个朗怡峰嗰个环境系点咧，我哋今日咧就去咗朗怡峰附近啊，就实地拍下附近嘅环境俾大家睇啦。拍埋你哋，如果真系有人买咗嘅话，入去何文田呢个街市又系点样啦？所以今集咧就对大家入非好或者唔入非好咧，都可以了解到佢附近嘅环境嘅。嗱，因为一开始咧就喺家嚟又比较嘈啊，所以头30秒呢个收音就唔系咁好。如果大家唔想听噪音咧，可以飞咗30秒先开始睇啦。喺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订阅嘅，请帮手订阅啦，请赞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时间嘅话，请帮手睇晒啲广告去，多谢大家嘅支持。嗱，唔讲咁多啦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片睇睇呢个朗怡峰附近个环境又系点样啦。Hi, hello， 大家好。而家呢个 view 咧就好开扬喎。左手边攞过嚟就揸队，中 A11 啊，应该系 B11。跟住中间咧就 IFC 啊 ，IFC。右手边咧就 ICC。呢个 IFC 大家睇下先。系啦 ，IFC。系啦 ，IFC 嚟啦。跟住咧，紅磡啦，呢邊就紅磡啦，一定過去對面 ，OK， 就呢度啦，係啦，朗怡峰，但係前嗰兩排咧就唔係朗怡峰嚟嘅，就如一，如一就喺朗怡峰隔離，而家就行咗去地鐵站，係啦，今日佢哋。一提一味嘅，如一咧就喺啊何文田咧 B 出口，朗怡峰咧就喺 A 出口，啊，而家就同大家去行下睇下有咩情況。如一啊，呢個就睇下個牌啊，嗱，如一，係啦，電温啊，唯一啊，係啊，成日攞嚟比較啊嘛。啊，朗怡峰就平過如一，好似係25% 喎。跟住就同7年前嗰個地站，就同7年前嗰個澳門，就同一價錢，係啦。甚至乎佢附近嗰啲咧單等樓咧咩啊，土家環嗰個咩啊，土家環嗰個啊，賣到30蚊尺嗰個咧賣曬喎，同埋嗰個。上海街我嗰个话到26000喎，吓、啊，大家有咩唔同啊？比较一下啦，嗱，呢个去到何文田啦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如一，系啦，嗰边就系何文田站啦，系啦，何文田站 B 出口，而家落去搭 lift 落去睇啦，系，而家搭 lift 落到嚟啦，系啦，土瓜湾嗰个记得啦，叫明骏。系啊，賣到30蚊尺嘅喎，賣曬喎。系啦，而家佢開20蚊尺嘅喎，地鐵站上蓋喎呢度，朗怡峰啊。跟住咧，上海街嗰個咧，旺角啊，話26000尺喎。系啊，但係點解嗰啲所謂專家咧，成日叫人唔好話買單等樓嘅，但係呢啲單等樓都咁好賣咧，即係睇下佢咩情況先。即係台面價同台底價咧，定係啊？成話啲地產經紀誠信低啊，但係都要啲地產商啊開呢啲咁嘅條款出嚟至有呢啲地產經紀㗎、啊，係啊。好，而家落去。哦，落到嚟，而家嗰邊嗰邊。好，頭先就係 D 超落嚟㗎啦。系，而家繼續行上去睇下。好快啫，去 A 出口，系啊，得2个出口。系，跟住有 A 一、A 二啊，咁先出去咯。系啊。好，到咗 A 出口啦，扶手梯。
哇！呢条扶手梯好长，睇下睇下，哇！好长呢条扶手梯，好上到嚟啦，又梗系 OK 啦，又系，唔错，好 A 一出口，人工街啦，即刻到咗。哦，前面喎，新盤呢個都，呢個真係不知名，係啊。啊，呢個新盤嚟喎，唔知咩名咧？呢個就係啦。啊，就朗然峰就喺隔離啦。朗然峰啊，係啦，朗然峰，好，正正喺地鐵口隔離，係啦。呢、这個後面就二一，係啊，朗怡峰側邊嘅二一。好，今日嚟睇朗怡峰嘅，再睇下，行上去斜路，係啊。好，上，繼續上，斜路一條，全部朗怡峰。好，我過去對面啦，過去對面影過嚟啦。咁啊，大家睇得清楚啲。喺呢度方向咧，哇，有新樓咁喎。依家唔知咩嚟咧。哇，香港存在好多新樓喎，真係。係啊。好，我個對面再影俾大家睇。依邊向同安方向嘅，依邊就係啦。係啦，香港理工大學宿舍。係呢個同安方向。理工大學宿舍側邊咧？就是朗然峰啦，是呢个斜路嚟噶，行上去啦要，系啦。朗然峰侧边咧有私楼嘅，但我都唔知佢叫咩名真系。好，继续行朗然峰，我就睇下附近咩环境啦，去埋睇下去澳门嗰边睇下啦，系啊。呢边算旺少少啦，近几站。澳门嗰边咧就更加蚀啲啊，可能即系豪宅啦，澳门，但系同澳门一样价钱喎、啊。前面有地铁口噶啦，啊，最到正朗元峰喎，系啊，睇下个地铁口，系啦，个地铁口，正正喺朗元峰对面，啊。是几多号 ?A2 啊 ,A2 地铁口啊对面就是朗元峰。好继续朗元峰向上行啊好去何文田旧区那边这边新起的全部。好再给个远景大家看看。朗元峰向上行，斜路呢度应该佛光街啊，贯穿咗成个何文田噶啦呢条街。跟住咧就可能去兜翻内窝啊路度走啦，去睇下网红店啊。而家最近有个咧叫。咩廣華路啊？食炸雞牛肉麵啊，放題啊，48蚊，係啊，下午茶不過係，跟住再去洗衣街啦、啊。咁啊，新地個地王睇下起成點啦，40几亿個商業地啊，好平喎，好似話5000蚊尺啊，係啊，好上到嚟啊，斜路噶啦，咁慢慢落去啊，朗然峰，好。直到何文田，好，系啊，上到斜路啦，又转个弯啦。嗱，咁睇下个地理啦，啊，20000个蚊尺，洗衣街啊，咩乐丰啊，就等，系啊，同埋呢度啊，20000蚊尺，你会拣边度啊？啊，就系啲嗰啲，啊，嗰啲。專家成日話，啊一啦，我都成日話啦，單凳樓好難放嘅喎，啊，都賣到20000六蚊尺喎，旺角，啊，咁咩揀咩嘢咧？
啊，底面唔同嘅啊，真係喺度望到旺角喎，不過又係起緊嘢嘅，係啊，朗豪坊喎，係啊，朗豪坊啊，係啊，又起緊嘢，唔知起乜。咁快遠啊，居屋嚟喎，啊，真係個前面有個咩啊？何文田廣場同何文田街市都冇乜行得人嘅，過去睇下啦，睇下咩情況。係，係朗園峰未啦，未㗎啦，朗園峰啊，係啦，水源車行一，而家落斜啦。啊，落車啊！嗱，左手邊咧房屋處總部應該係啊，左手邊係啊，大大等嗰陣。继续行，好多人。好，行到落嚟啦，何文田广场，睇翻上去啦。哦，原来都望到朗园峰喎，呢度，俾大家睇下。系啦，就呢个位，系啦，中间嗰个位，朗园峰。行到嚟朗园广场，有冇十分钟到咯？系啊，即系又上车又落车，系啊，何文田街市，系啊，啊呢度有一个楼盘啊，系啊，啊都几靓啊，几新啊，系啊，去何文田街市睇下，面包店，好。街市，哇！街市門口有個中原路竟然，啊，係，何文田街市有個中原，係啦，佢都賣咗個黃蜂廣告，佢就17,750起，哇！大型屋苑喎，大型屋苑17,750起，睇佢實際。好，又去街市睇下，領展街市啊，又係領展啊，領展商場、領展街市啊，睇咩情況？哇，有間士多都好，好似好開咗好耐咁啊，啲款式有啲夾嘢機啊，而家都哇，呢啲真係好多年前喎，嗰個放喺度俾人坐嘅食堂喎，係啊。領先好興喎，點解咧？係寫得舒服咩？兩餸飯，係啊，兩餸飯。哇、哦，咁快有哦，準備定啊，準備緊啦。咁樣兩餸飯，睇幾錢？33蚊一盒，三餸30飯。三餸30都好平喎。哇，手撕雞飯呢度仲有30蚊喎，送雞湯喎。哇！哇，都抵喎！哇，30蚊抵喎，呢度真係咁平嘅。佢話領展街市啲嘢好貴嘅喂。
都唔帶錢，或者竹劍都冇見到嘅，大佬。哇！呢間街市真係，我、哦、有吉鋪應該，有啱啱過咗個吉鋪。嗱、啊，睇下個竹劍啲係幾錢？係啊。哇！呢啲而家好興呢啲喎。哇！湯料啊，係啊。我、哦、有竹鋪喎，哇！永遠街市咧，成日都係食過喎，好過癮嘅。係啊，魚丸粥22蚊，艇仔粥22蚊，哇，都係平喎。係啊，嗰22蚊都算平。腸粉26，炒麵14，哇，比上都唔貴喎。係啊，我兜緊喎。唔睇錯，哇，天份雞喎。10蚊一份，18蚊兩份，25蚊三份。哦，大家睇下抵唔抵啦？係嗰啲。哇！雖然細喎，但係都好多種類喎，五金都有啊。係啊，我今日係粉面嘅，仲未開。係啊，哇！紙扎鋪都有，哇！真犀利啊！快速經過，啊，即係都有吉鋪嘅，乜係咪？喺度擺嘢咯，都嚟擺嘢，係啦，哇，仲好過癮喎！中間係有個俾人食嘢嘅地方嘅，好，而家行翻最街市啦，兜咗個圈啊，好。跟住入商場睇下，好出翻去。咦？佢呢度寫住變咗愛民廣場喎，喺邊嘅咧？喺呢度係何文田廣場喎，佢話愛民廣場喎。好，呢度入去。哦，出嚟。嗯，頭先嗰間麵包鋪側邊，哦，有地產鋪啦，李家閣，係啊。香港置業就喺呢一邊，喺商場嗰邊啊，或者啲鋪仔啦，小檔啊，未開。好，上去睇下。好，上到嚟，應該係一樓啦，1、2、3，哇，三層，我都好多食肆喎，原來係啊，係啊 ，I Tomato 喎，好啱啊，係啦，棒仔，準備緊。哇！都10間8間食肆喎，見到又係啊，計埋嗰個街市咧，應該有咁咪10幾間食肆咯。係啊，依區應該都冇乜人行噶啦，全部都係居民生意嚟噶啦。係啊，好，你好茶飯。是啊，呢個咪想早餐咯。正常價錢咯，呢度又我冇話特別平。我望到間酒樓，係啦，都賣雪糕嘅。睇間酒樓好冇生意啊！但表面睇就冇乜生意，原來都冇好冷清。哇！全部1蚊喎喂，晚市全部1蚊。哦，依間茶王店我上網睇過啦。係啊，1蚊啊。天水圍都有嘅。係啊。茶王店啊，係啊。而家好多1蚊嘢啊，嗱，裏邊都冇乜人㗎啦，即刻有位㗎啦。係啊。哇！咁樣都唔知仲有得住喎，真係。係啊。除非有減租咯，呢個教室伊沙克，伊沙克，唉，伊沙克真係比薩利亞頂得好勁喎，薩利亞又平又多花款，話就話質素冇咁好啫，但係佢性價比高啊嘛，因為啲人上曬大陸咧，性價比高啊嘛，佢唔係話質素好過香港㗎，有時。尤其是食材方面啊，
好，負責梯上三樓，係有間翠河啦，係啊，翠河嗰係冇乜人，係咪個？冇乜人，係啊，啊已經有啲吉鋪啦，零星咯，係啊，唔係多嘅，七五九啦，係啊。好，繼續睇下。哇，見到一個遠東珠寶喎、啊。咩呢度冇人嚟買珠寶咩？金色嗰啲喎，係啦。咁呢邊有大概會啦，啊，哦有 marketplace 啊，有超市啊，幾大間我都唔知啦。門口望下啦，日本城 marketplace 都唔細啦，都 OK 喎、啊，望落去都 OK 大間啦，個門口都咁大，係啊，係啊，大快活。好，睇下间金铺都过瘾喎、哦，有边个喺度买金咧？犀利啊，有眼光啊！啊，远东珠宝买金嘅应该，金色，唔知点解咧？啊，喺度买金喎，万宁麦当劳元气，系啦。呢個啲食肆都係平民食肆咯，幾好嘅。但係你想食嗰啲火鍋啊、放蹄啊嗰啲，就要去旺角噶啦。咁呢度都去旺角又唔係遠喎、啊。係啊，甚至乎咧，如果你得閒咧，有好體力咧，就行下過去旺角都過癮喎。啊，一陣我都行去旺角睇下。係啊，好落翻去，睇下出翻去睇下點啦。有食肆 staff 喎，有間牛奶冰室喎，牛奶冰室呢度就 staff， 哇！呢度都有 staff 喎，犀利啊，犀利！好，呢度係兜翻落去頭先一上嚟嗰個位嚟㗎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啦。啊，依家反而都有啲人氣啦，依間啊，有啲人氣。華語節啊，就呢度湊小朋友啦，補習班喎。畫畫嘅，都有零星呢啲咁嘅嘢喎，以前好犀利噶嘛，估唔到而家都有嘅，始終有啲市場嘅呢啲兒童補習嗰啲興趣啦，落翻嚟探仔啦，好，呢段片係咁多先嚇，好，再補拍一下探仔，哇，估唔到而家咧真係～競爭力好大喎，開始$21喎，淡仔下午茶，多士$21試試飲，一個飯一個粉$30下午茶不過，係啊，以前都唔會做嘅喎，嚇，迷你雙定米線$42，係啊，哇，比以前真係平咗喎，競爭性大啊而家，係啊，同大陸競爭啊，好，拜拜。